望海梦，万条万。你是一林失踪之前最后一个跟伊做伙啦，敢有讲要创啥？为了阮早起的工作，恁上会生迄杂只囡仔，一定爱保命。一林未无代无志，失去联络呢，一定是拄着危险啊！你只要放伊一条生路，我保证，伊永远拢是王一林。不准你侮辱阮爸！即马我马上接叶正阿囝一路，继续甲奔跑起行。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只要会当抓到陈忠信犯罪的证据，我绝对要甲伊搬起来。即马现在进度已经70%啦。你今日跟我讲清楚哦，谁让你去留啊？谁让要收留啊？你当初我为着要抢时间离开，我只好照恁老母的威严甲你抱走。你把我妈害死，害我叫你这冤仇人30年的干爹，我今日一定要替我妈讨这公道。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我这样感觉已经够爽了啦。小雨的医疗专精两针以后，随通知我。吴丽，这条丝巾刚是你不是你拿去？是啊，多谢你。一挂手款，那跟小雨挂一条同款同款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对了，多安，你在聊的谁？你走！万海梦，万条万。你的日子，敢是伫拢停咧18年前？我随着替你将时针拨顶头，你着头起惊。若无想要讨赔听吼，我劝你伫只大行较紧。当年的杀手是你派，死也是你的人。给我18年迄囡仔，卖家己的路会当你。若是讲会当找到解密的金钥档案，就会当破解。那安尼要去倒位找到解密金钥？你甲这样部门敢有法度处理？是家风，伊就是怀疑光耀汽车的代志是跟爹爹并轨，所以唔才冒险来找证据。那是状况实在危险，你都莫阁坚持啊！干爹，快点，东西嘛来啊！赶紧下载档案，然后赶紧离开。我应该培养你啊，行政治这条路。我有什么出身啊？我高龄啊。惨啊！这个捡到你，对你真心啊，手里甲你抱过来了，我都唔知道你什么出身啊，你也知？我都唔是你要用的，而且你阁是台湾嘛？想到你会救着我，想到要收留我，所以我有亲人对不？哪里人呢？你听我讲啊！